这就是东大门夜市，好，帮你们介绍。你可以看这网站，它上面都影射出一些吃的东西，所以你们可以跟着他们上面的好评啊，怎么去做一个，去挑选自己想要吃的东西。好大的草莓啊，哎，要不要拿一个？好啊，好啊，吃一口，吃这个。每份好，好吗？好。东粉们，如果你想要持续收到东大门夜市的新讯息，请你先按赞，然后再按抢先看。如果你使用的是手机版，请你先按追踪，然后再按抢先看，这样你就不会漏过我们的讯息咯。